你说说嘛，怎么会突然来这里？郑淑意，嗯，你怎么这个时候了还这么多问题啊？我不可以知道吗？我以为作为女朋友就可以知道你的一举一动、所思所想了，这难道不是恋爱的特权吗？你可以知道。 是我吗？外面冷，回去接吧。嗯，好。易，怎么这么久才接电话呀？今天怎么样啊？今天好极了。小静，小静回来了。 小舅舅，你今天是有什么开心的事吗？嗯，什么开心的事？快告诉我！小孩子别多管闲事儿。小舅舅，你嘴上有口红印。不早了，早点睡。 小心变熊猫！我炸他，他居然还跟我开玩笑！小舅舅，这是什么情况呀？